麻辣烫的酱，慢携带都好吃，冰冷却美味，美味却冰冷。吃完一顿饭，手都冻抽抽了，指尖还是红的。临出门偶遇了我的食材，这是拖把吧？救命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明明。看这个阳光，天这么好，不能不去晒太阳。我们今天就去晒个太阳，顺便填个肚子。去吧。嗨，又来到了中老年一条街。咱说晒太阳啊，没得太阳。我觉得我需要穿一个阻力垫。难道美食街，但是有点荒凉。嗯，看起来不错。我的三指甲。这是啥呀？这是鸡脖。鸡脖。他俩能一起买吗？那就买一斤吧。嗯，再尝尝薯塔。哎，正好就两个。啊，不卖泡面，日本干面就是这个。咋没开灯呢？好嘞，谢谢。牛肉的热干面，一个牛筋丸的，然后再要一个凉皮卷。这相机还没鼓捣完呢，就已经全都上来了。火速趁上，马上来拌一下我的面，又坨了，还点了一块热度。这薯塔。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刚出来的新鲜薯塔了，每次点外卖那个薯塔都给我软掉。嗯，味道果然不一样。嗯，快点来一口面吧，我好冷啊，在外面走。面是冷的，别去玩。嗯，还是不错。真心希望薯塔能有一个官方吃薯塔指南。嗯，我说你们这个番茄酱了，比较酸的那种番茄酱，不管它甜的番茄酱。你在乎什么？这个菜有点蔫了。这是冰的，刚买那个鸡叉骨，这么大一堆，买一斤送半斤，一共这是一斤半。噔噔。嗯，不脆，那撒的是那个椒盐。没脆，后悔了，应该吃这家。这家有那个东北麻辣烫，还有炸串。然后我看他那个炸串那个柜子特别干净，下次去吃这家。今天就是想吃那个卷凉皮嘛，还在治疗。嗯，那炸脖子也很好吃，这肉不多，但是特别酥而不油。这个肉骨怎么也是冷的？嗯，但是肉不错，肉香味儿很浓。哦，菜也不错，什么味儿啊？虽然我不经常吃热干面，但是我觉得它是热干面，不是正宗。但是我一说它这个料挺香的，料酱，反正这好香的。它不是叫热干面，为什么它是一个冷稠面？妈妈，你看吃蔬菜。是不是冷？是不是冷？是不是冷？完了，他那个酱拌鞋带都好吃，冰冷却美味，美味却冰冷。
因为这个还是没有钱，没想到有一天我要吃大鸡架暖身。只有这个纸巾吗？人生建议不要用卷纸擦嘴，吃完了不要吃。但是呢，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，本来可以更好吃，就是他们没有认真做。那我既然就吃到这了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菜还成的话，那么就这碗算了。如果我觉得你们觉得不成，那就投两个币给我回个血吧。来，下次去吃这个炸鸡的这一家，这个绝对可以有预感。吃完一顿饭，手都冻抽抽了，指尖还是红的。临出门偶遇了我的食材，这是拖把吧，救命！